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么出名片呢，就来玩这一次的《王者天下》六星光属性合作角枪会。我那时候还特别去查读音，枪会，喝乌 A 四声会。那时候真的看到，什么字不会念。好了，我们就来开始，一样边玩边聊，好不好？好，枪会呢，它是有一个三反的机体哦，超反传送，反板快架，移转臂。那基本上它这个最大的价值就是在这个移转臂的稀有度，不然光属性贯通传反传送的反板块角色其实蛮多选择的，就官方其实有在补啊，官方补的角色算多。那边枪会的表现就中规中矩，没有特别弱，也没到特别强，哦。那枪会基本上会比较依赖的是移转臂这边吧，因为你点图鉴的话会发现传送移转贯通，除了这个王元姬之前上修后拿到这个移转臂嘛，那剩下的转弹角就是他了，就是这个枪会传送移转臂没啥人，然后反板移转臂有一只早板爱，不过早板爱整体偏向辅助哦，那他们同样都是速度型，那枪会就是负责比较攻击的部分，比较攻击的部分。那原则上如果真的做球，他们应该两个一起搭配做使用，不然就是枪会自己独立上战场，所以以机体面来说，基本上也是一个在赌做球的部分。不过它会比较没办法像这个李信啊，或是这个王琦会比较泛用一点。对，它这个是比较暗属特化，因为它本身想拿到这个暗属性杀手，所以打暗就是乘 1.5 倍。再来呢 ，SS 回合缩减。SS 回合缩减其实搭上他这 SS 还蛮强的。这个 SS 呢是一个复合式 SS， 它有的工作呢功用呢有第一个叫跨回合自强化，一阶 1.35， 二阶 1.45。第二个是无视五个陷阱，重力伤害地雷传送魔法阵五个，有补到魔法阵还蛮不错，因为补到魔法阵的话，它第二动的时候，第二次看动的，就是第二回动的时候嘛，开始第二动的时候，这个就不会变小级，一样可以弄。那还有再来减速率降低。减速率降低的话，就可以让他多敲几下，多戳几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追击哦，这个追击呢是一个8 hit 的追击。那这个追击可以吃到一效果，就这个自强化增伤，所以实际上是 0.486 跟 0.87 乘8 hit。那追击倍率就是个大约4倍跟7倍的小一拳。那吃到暗属性杀手就是6倍跟10倍。那原则上比较重点是这个123的效果，就是让他跨回合的自强化来做使用。那这个追击就是把它当作是补一个伤害，不然10倍要追死人是有点困难的，除非像刚刚那种比较特殊的关卡，因为刚的关卡是你速度越慢你攻击越高，所以他才有机会一拳，不然一般状况的话10倍要一拳其实是蛮困难的。那再来呢，他开55期间会自残哦，这个自残就是一阶 1500， 二阶 3000，这是有差一倍的自残。那这边友情的部分呢，是联合电击跟超绝石英弹。联合电击个人用起来我没有到特别喜欢，因为这个友情啊比较难用一点，这个很看位置。那你就算达到最大的效果，其实那个回馈也像说实话也还好。那联合电就稍微还好的友情。那超绝石英弹的话就是也蛮痛的，算痛的。不过以合作角来说，就是中规中矩的合作友情吧。所以目前枪会的部分就是看米奇会不会做球，看米奇要不要特别去做一个可能板移转，然后传移转给他。那目前最大的球应该会是9月3号开的这个庞暖哦，就即将开的这个庞暖，那陷阱是传送移转，那枪会刚好对应到，所以又是刚好又是暗属性，这个庞暖是暗属性，所以枪会应该多少有机会可以靠这个合作超级级表现一下。那不然现阶段其实能打关卡，像前面的关卡也出了好一阵子，后面这关卡也出了超级久，所以目前真的就是得蹲吧，不然现在工作就是这个庞暖这个合作超级级有机会，还先说有机会。不过这种无视这种跨回合自强化的，然后又给到复合式效果，配合这个 SS 短缩的话，其实还是回转率还是不错的。所以果实部分，个人是蛮推荐吃一颗树币的，树币加级这样。
好，这边直接戳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看 SS 哦。那看 SS 追击方式是追最近哦，最近的话就有点难用，我真的觉得最近真的是不太好控的一个东西哦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开 SS 哦。好，这边自强化加减速率降低。最近的话就会比较吃操作者啊。那我这边是打算把所有障碍物都打掉。OK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。这边就没有那个，这边就直接追那个，这个叫杰拉比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如果站在元素里面，应该可以把它补个大的伤害啊。好，那这边会发现这个独立血量哦。我这边开安妮亚，安妮亚给回血效果是2000，那但是这个巫武期间自残是每回3000，所以就会陷入一个很有趣的状况。他补2000，但他扣3000，他永远都是幽灵。还蛮好笑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开下一个 SS。好，这边再开这 SS。好，这边就直接开吧，看能不能贴到王的附近哦。好，这边就是无视5个陷阱，然后加减速率降低。那减速率降低可以看，其实这个是蛮带感的哦。可以多戳几下，好看能不能停在附近。OK OK， 哇，这超贴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追击的话，就有点类似油针，然后最后往中心剁一下， okay， 大概是这种追击方式哦。那整体来说，枪会的话，个人觉得，算个人觉得优先度就没有到像信啊或是王旗那么高。Okay， 原则上也是给老玩家去补包包深度的角色，那新玩家的话。枪会目前能做的事就会比较有限一点，那这部分就看你对枪会有没有爱，再去决定要不要抽就好了。枪会的部分，个人觉得稍微还好一点。不过这次整体三只王者天下都是蛮不错的角色啊，都蛮优秀的，算是近期个人觉得强度蛮高的一个合作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枪会的试用哦，那希望这部片可以帮到各位哦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